感谢神让 CGN TV 中文台有了7年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我们相信7是完全的数字，也是代表在这过程当中上帝使用 CGN TV 中文台带给全世界各地华人祝福。所以我们盼望所有在这个中文台当中观看节目的这些观众都能够从这个节目当中得着属灵的益处，能够有上帝的话语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被塑造成主的门徒，并且呢可以在参与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中。我相信这也是 CGN TV 在过去到现在一直要回应神的部分，我们都在当中有份，上帝也继续的祝福使用，让我们都来荣耀他的名。